招牌啊，你要下下这雨，那我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来来，什么？
来喊喊这边。耶脚在哪里脚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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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是鼻炎。
欢迎你，有什么介绍？我现在要打电话给我妈妈，问她要不要买什么酒、什么烟，然后就带回家。你的酒，一小一样很夸张的，他不了拿来敲人家头也是很便宜。你要买什么？我已经买了，哇，好多，一天两个。你们两个一起的、啊，我们两个都一模一样。Oh my god！ 耶、yeah ！你要买什么？不知道，想着嘞。我要买。你给了就这样签了。你有没有搞错好敷衍啊你？对。你的 budget 是什么？我 budget 没有 budget。哇，喜欢买就买啊！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香瑞，你买什么？我们买了那个巧克力，就觉得里面有葡萄干，哦，就没有把这乱烧。好，哇，我没有把这诶，你现在他们给了我钱，你来买 Cadbury 有没有搞错？什么哪一个？我不懂。Cadbury 啊 ，Cadbury 外面都可以买，拜托。哪一个 ？Cadbury。哦，我不懂，我再放一下，我随便拿的。哎 ，You buy three, you can finish 啊。It's not for me. Stop. OK， 买什么？巧克力哦。你要买什么？我当然知道你要买巧克力啊！你要买多少个？我不知道。怎么你又买 Cadbury？ 真的？没有，因为这个这里外面没有卖，你看。哦。外面卖。你要买什么？哦，你现在在找人跟你搞盘是吗？你要呗？哎，我一个。你要买什么？他连 basket 都没有，没有打算要买的意思哦。没有打算要买。再看看，叔叔已经帮我买了。哦，哇，好好哦。现在 B 店的 duty free 门口，你买了多少钱巧克力？40多50哦。你呢？60多70哦。骗人。骗人。因为330多。不能百多吧？300多。330哇。100多。快点。100多吧了。100多乘3是吗？你买了多少钱？大概50。棒的50。棒的50。OK， 这个要买80多块。没钱。觉得你大概会花多少钱呢？超过1000块。超过1000块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不会 ，sorry 啊，500块了。那多少钱巧克力？啊？啊，多少？141.4。哇。1000块。你呢？95。150多。70块。73块，300多，一小半应该是最少50多块，最低就是了。哦，所以总共是265。可以麻烦去拍爱心小姐。对，我们现在去的，那应该是爱心小姐。录出来耶！要放一下那个录像。不用了。你讲什么？不是我们的房间露出来也无所谓啊。对不对？正好穿。有没有 have a look？ 今天让你最辛苦。努力啊！再见吧，没有，再见吧。OK， 再见吧。O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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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